这里是银川，这里自古就是各民族和谐相处、彼此融合的汇聚之地。银川有天下人的说法，就是对银川城市性格的一种注解。或许是这个原因，使得所有来到银川的人，常常会有既是他乡又似故乡的感觉。这里是银川，地处中国大陆几何中心，静卧于黄河万里流程的第一个平原。它是这条伟大河流的宠儿，千百年来承领着黄河的滋润与呵护。将这宠儿半拢于怀的，则是蜿蜒数百里的贺兰山。它以伟岸的身躯挡住了西伯利亚的寒流和北方荒漠吹来的风沙，使银川显得温润恬静，使这片山河深处的静美之地，自唐朝以来就呈现出一派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诗情画意。拨开历史的烟云，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似乎还能看到3万年前水洞沟一带人类童年时期最初的拓荒，2000多年前秦皇汉武兵戈铁马的古战场，1000多年前盛唐边塞文化的浓郁气息充溢在这片土地上，900多年前神奇的西夏王朝亮相于贺兰山下，200多年前这里以其富庶就成为大清王朝的北方粮仓，10年前这里跻身中国十大新天府。长期历史发展中，这里吸收和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在这里和睦相处的生活画卷，形成了丰厚的人文历史卷轴。作为银川的西部屏障，贺兰山里有着绵延上百公里、被称为远古人类石刻艺术史诗的岩画，使其成为一条被艺术纹身的山脉。贺兰山中郁郁葱葱的林木，使银川成为中国距离原始森林最近的省会城市。贺兰山下静立的西夏王陵，如同其不见正史记载的西夏王朝一般神秘，而距王陵20公里之外的镇北堡，则因为著名作家张贤亮的苦心经营而名声大噪。当初出卖荒凉的金点子，使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这是个常常颠覆外来者想象的城市，虽然地处西北，但这里水清天蓝地绿，碧水蓝天明媚银川的惊艳，会让你窒息于一种意外之美。因为上天的赋予，祖先的遗泽，因为宜居，这里一直吸引着外来者至此，放下乡愁，从容生活。每一座拥有美好生活的城市，都有着令他骄傲的美食。在银川的佳肴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品种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处，也是各地移民的聚集处，这里的美食自然就显得口感更丰富，风味更独特，犹如银川人的性格。
如果说美食让人们用味觉即可轻松分辨出这座城市与其他城市的不同，那么语言则是银川另一幅独特的面孔。这是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令外来者少了阻隔感，总有一种到家的感觉。历代移民和他们的后代，让这座城市总是处于新鲜灵动的状态，经岁月的沉淀和发酵，便形成一种独特的移民文化，开放和包容，这让人感到亲切和自在。美景、美食、美酒，在银川，你随时会和美相遇。而创造与创新的涌动勃发，更让银川呈现出一种创富大美。作为宁夏这个省级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核心区，银川站在和世界接轨的前沿，一个既具有国际视野，又具有辐射周边500公里、2000多万人口的适宜居住和创业、国际化现代化的区域中心城市，挺立在中国城市的竞争之列。一路一带战略使银川肩负起阿拉伯国家向东看、中国内陆地区向西开放的历史责任。银川向世界地上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桥头堡的名片，取意于天圆地方的中阿博览会永久性会址，正在粤海湾中央商务区拔地而起。银川滨河新区向世人展现了生态、文化、旅游、产业融通并进的美丽欢颜。银川综合保税区正在成为引领宁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平台，以反梯度发展战略布局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成为银川实现开放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于是这里就有了 WCA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的永久落户，有了金融业的创新发力，有了电子商务的异军突起，有了智慧城市银川模式的精彩亮相，也将崛起一座连通全产业链的中国现代纺织业之都。这里是银川，既延续着悠久传统文化之脉，又时时迸发着创新的青春活力。这里是银川，一朵黄土文化和黄河文化孕育出的文明之花，散发着它迷人的芬芳。黄河浩荡奔流，银川铿锵前行，书写着美丽银川的一路风景，也终将向世人奉献那美好银川的幸福模样。